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 好像沉香如屑啊！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清了。 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